美和阿强原本过着甜蜜的同居生活，阿强在外打工，阿美打理家务，虽然收入不多，但两人世界勉强还过得去。直到阿强，我怀孕了。没事，不过就是多一个人吃饭而已，宝宝跟你我养得起。阿强，阿美为什么要逗我比耶？是两个双胞胎。Several months later。数月来庞大的育儿压力，终于把阿强推到了极限。我受不了啦！哎，阿强，你好狠的心！阿强的出走，并没有摧毁阿美的信心，他坚强地站起来，独立抚养两个孩子。然而，现实却时时刻刻在考验着阿美。好，啊，好乖啊，好乖啊，啊，好。不仅如此，家中顿时经济来源，就连吃饭也成问题。阿美把仅有的钱都拿去买奶粉，自己只能有一餐没一餐，偶尔吃泡面果腹。不知不觉，阿美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好好吃顿饭、睡好觉了。她开始精神不济、体力不支。不行，阿美已经到极限了。身为里长，不能坐视不管。里长，你怎么在我家？喂，请问是来福联盟吗？你好，我是社工小陈，我是来帮助你的阿美。有什么育儿困难都可以跟我讨论。我因为我明白了，你说家里没有钱，快喝西北风了。别担心，我马上帮你想办法。家里只有奶粉，可是宝宝都八个月大了，有吃副食品了吗？嗯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第一次带孩子，有些地方还不懂。别担心，阿好姨，阿赫，你们。你们怎么进来？在社工和阿好姨的协助下，阿美学会了制作副食品，还带着宝宝们去附近的亲子馆，认识了其他家庭的妈妈与孩子们，交到了新朋友，生活也多彩多姿了起来。暌违许久的笑容再度回到阿美脸上。谢谢你，陈社工。要不是你，当时的我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快别这样说，阿美。人生难免下起碰很大，但是你不会孤单的。能够陪伴你们走过这段路，是我的荣幸。这个世界上，还有许多需要协助的家庭，我还得赶去下一个个案家。再见了。朋友，你看起来过得不太好。这儿有个单位阵容坚强，有需要可以打这支电话。喂，哎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喂，果然，靠我一个人还是不行。各地的里长啊，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。跟随我一起加入育儿守护战，一起帮助逆境家庭再翻转。